今天这个演唱会呢，当然除了唱自己的歌给你们听之外，还要准备一些特别的。那接下来这个 part 呢，是我想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回忆。就像你们现在来听我唱歌，我以前我从小学、国中、高中，我也有自己的偶像。那我非常心里其实是非常敬佩，也感谢他们，因为是他们让我有这个梦想，然后让我开始，结果现在真的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给你们听。所以今天对我来说，接下来这个片段呢，这个 part 是想要让大家知道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小时候的偶像，这些人呢是让我开始有这个梦想的开端。准备好，我觉得每一首歌你们应该都会唱，所以陪我一起唱好不好？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人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在这么累之后。